他推我，我把你眼往后面一放，往后面一放，他就开始这个响。他往后前倾，为什么？他推我了，我一眼放那就行。这是我主动的，他没主动，他够了，他就不是够了，你看，这也合适了吧？这也很完了完了。完了这我完全背时了，哪个背时？这是一个错，这是滚错，第一抖龙打你，是吧？一滚动就完了。就来这个，这个是你想不到的事情。我这人生有时候就走了吗？是不是？还能推上去了吗？推到十八圈了吧？重来第二个。这我不服的。差不多了。你看，这多合适！他这，我从这个走这个地方，那个翼在那个地方，这一提就把它起来了，把它提起来了。用不着画很远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仔细体会啊！我说这你，这怎么蹭着是没用的。我把这个地方，这个，嘿，刚才我跟你说了吗？我这一捋这个轴，我就把他的劲儿给捋起来，他在推我，我把他劲儿一捋起来，我用不着这么拽的，不用拽的，我就捋他身上就可以了。我说这一个，他就起来了。但是是不是就是用不着是把你的肌肉给拽下来，这是简单的肌肉运动才不成的。我就在这个地方看，我就这么一摸，它就起来了。是，我要是这么弄这肌肉，我还不成它，它把我都摆走了。我要弄肌肉不成的，我就不弄肌肉，我这也弄肌肉这不成的，这不成的。你看，是不是哪一种是一样，无处不太极。我们这不算，你可以拿我试试。你看啊，轻拿，我给你这猫拿住了，是吧？这样拿住我，他这一打手我就让他起来，拿不住，我就不让他拿。你看，他起来了，我让他拿住，拿这拿住了，是不是？这我拿住了，是不是？看我的手指头啊，你看我的手指头，我手指头啊，这一踢到他就起来，他就拿不了了。因为我什么忘了他拿住，我可以让他拿住，让他上当，他上当了吧？这样，这个上当了吧？好像是给我拿住了，这样你。